班长，你觉得你自己有问题吗？要你这么说的话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。我觉得在部队里就应该实话实说。这不是说不说实话的问题。班长，行了，你闭嘴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大家把他的话在脑子里自动删除，啊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啊，不要影响大家这个交流体会的这个情绪，啊。重新说。报告班长。闭嘴。那我们改天再聊。那个，童真您好，请问您是哪个部门的呀？我们这是不允许拍照的。我叫叶小俊，是军报的。您就是叶小俊啊？对啊。那您就是张能量的姐姐吧？<笑>没错，你跟张能量熟吗？啊，不是很熟，不是很熟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我是黄小萌。 上次张能量买的完美眼霜就是送给你的吧？这个他都跟您讲呀。不过您来的特别好，这样就有人治治他了。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？我觉得吧，您有的时候啊要好好跟他讲讲，他这个性格啊在军队是肯定要吃亏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有人关心起他来了？啊，不，我不是关心他，我就是怕他那个。哎，嗯嗯。<笑> 洗衣粉、洗衣液。哦，这个你们是晾衣巾，哎，这个很实用啊。哎，哎呀，这个心情瞬间就变得明亮起来了，明亮。这个，这个挺好，一几天。指导员为了你们能够顺利入住，收拾了一宿。 你们赶紧抓紧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，是，是吧？到了新的环境啊，得保持我们曾经的这个传统。抓紧啊！班长，听说老兵的复员工作开始了。嗯，开始了。那你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？哪届的兵不都是一样吗？该走的时候就得走啊。啊？怎么着？ 舍不得我？啊？你们这什么意思？抓紧时间收拾，5分钟之后我来检查啊。哼！基础知识很重要。 理论知识该背都要背起来。准备好了吗？白天东，干什么呢？啊？准备好了没有啊？ 开始！你这一发拖把就乱了你啊！好好打！你看你慌的，再来！就你这一脑袋汗，你这进去蒸澡去了？紧张什么呀？ 紧张，我这多少慌了。
进这里面你就乱了。你这上了坦克在战场上还不得吓尿喽？你这成绩我怎么给啊？64，刚及格。要不你缓缓，再给你个机会。再来一次，再打一次，我就可能不及格了。看这点出息，你，哎呀，我说你什么好？学学人家，要有点自信，啊，眼神坚定一点。班长，你夸我了？没有啊，我刚才听到了。你让我进去试试吧。那可不行，你现在还不能进去，理论知识这一关你还没过呢。理论基础知识我全部都背完了。都背完了啊？穿甲弹基础知识你说说。穿甲弹，嗯，穿甲弹是一种在发射以后依靠炮弹自身动能去击穿装甲的炮弹，它的特点是发射速度快，声音大。不是，没有声音大，是什么弹？行了，饭得一口一口吃，该背的都得背。演习的时候你开了一炮，我夸了你几句你就飘了，就觉得自个儿是坦克兵了，差得远呢，慢慢来吧，去背吧。你怎么着？要不要再试试？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上！犹豫什么呢？哎，这动静！喂，哎，营长来电话，孟副旅长要走，赶紧的啊！报告，进来。听说你要走，有你干个挂个脸，我欠你们钱吗？请请请请，快快快，来来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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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坐坐坐，这么悲壮干什么你们啊？不是，我这个娘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还瞒着我们？我没瞒着你啊，我呀，不想大张旗鼓。旅长啊，那你也。没必要走啊！我没说要走啊，我只是换个地方提高自己。旅长，那您能不能不离开咱们九旅？哦，不要劝我了，我的报告啊，进党上去了。政务司令跟我谈过了，我是慎重决定的。首长，我想调离九旅。没有想到你会有这种想法呀！来来来，坐下说。是。首长，这次九旅演习之所以失败，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的冒进，我必须对此事负责，否则难以惩前毖后。蓝志广和我一样，只是有时候想法不同。这个问题你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。那你离开九旅之后打算干什么？首长，我想深入学习合成战法，我想去战区，想去参谋部。小海到，一切以书面报告为准啊，你再慎重地考虑一下。在没有见到你的报告之前，你刚才说的话我知道没听过。明白了吧？我又没走多远，只是在战区参谋部挂职。欢迎你们呀，也经常去看我，我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啊。合成战法这个方向是对的，我呢到了战区过后，我会认真摸索，争取研究一套更好的打法来。下次咱们见到温泉呀，一定好好灭了他的威风。哎呦呦呦呦，你们不要那么悲壮好不好啊？你干个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军人呀就应该是轰轰烈烈的来，安安静静的走。抓紧时间回去，听我命令，训练去啊！
老林，来，进来呀。努力，装甲部队马上削减30%，我不想看到这一幕。我希望你重新为坦克部队证明，就你的装甲兵，我最看好的就是你。旅长，削减30%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30%装甲兵要换到别的地方去。努力啊，我虽然要走了，但是我骄傲，我曾经在装甲九旅待过。如果我回来，我希望我看到我们九旅依旧这么辉煌。我听说你一直惦记着复员的事情。旅长，说话您就要走了，我有个请求，希望您能给我签个名，我留个念想。是不是不蛮好啊？这么跟你明说了吧。嗯，如果你这是二胎的话，可能还好办一些。关键啊，你这是第一胎，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，你的孩子想保住的几率并不是特别的大。剪裁装甲部队的拟定计划大家都清楚了吧？有什么意见吗？报告。没有意见，蓝旅长。嗯，可怎么错别啊？让哪个排走，让哪个排留，留下的还好说，送走的不就是等于把人家以前的作训彻底否定了？以排为单位的改变最为合理，一个集体的离开，便于到新的工作岗位迅速开展工作，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个人问题。我们是军人，要100%的服从命令。况且，这不是让他们复员，只是调整一下工作岗位而已。无论点到谁的名，无论裁减到哪个班排，都必须迅速的转换思想，迅速的适应新的角色。同志们。我知道这项工作难度很大，所以我今天亲自来，就是要给大家讲清这个道理。时不我待，九旅要迅速进行改编，请你们马上拿出裁减人员的名单，做好连队的思想工作，不要让连队训练的积极性受到打击。都清楚了吗？是。哎，老婆，刚才开会怎么了？嗯，不是蛮好。不太好了。怎么不太好？是有什么急事吗？也不是太急，我就是。啊，好，没什么急事就好。我，那这样，老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不说了好吗？我回头打给你。哎，好嘞，老婆，拜拜。嗯，哇！潘源，喂，哎，师傅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？收拾好了。哎呀，二十年前，多年轻啊！是啊，
一晃20年过去了啊。哎，我今天没事儿，送你啊。你送我？那可不。咱俩一起来的，你提前走了，可不得我送你啊。哎呀，时间都去哪儿了呀？过得真快啊。哎，你看看，咱们两个是同年入伍，同年提干，同年成为连长指导员，后来你成为营长，我成为接导员，最后你成为旅长，我成为副旅长。我本以为这种战友情谊会延续到咱们退休，没想到。老伙计，我真舍不得你走，真的。后来我想啊，等咱们退休之后，两家人，两台车，我们自驾游，游遍大江南北，游完了中国，咱再去游世界，多好！这个主意好。对，咱们两家人，两辆车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不过现在啊，咱们的一个留下，一个走了。我们是军人，有自己的使命，需要去完成。没错，我们都是坦克兵出身，都想知道坦克部队未来是什么样子，该如何发展，才能让陆战之王无愧于他的荣光。小韩，我不敢说我是对的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真应该替你的这次。都准备好了？哟，政委，准备好了。旅长，留步吧。这位，留步。就要离开九旅，到新的单位报到。但是我相信，咱们九旅的兵，一营的兵，到哪儿都是好样的。我们要建设一支能打仗、打胜仗的人民军队。我张士斌，谢谢。个别娘们唧唧的，拉个歌。咱们九旅的战士，到哪儿都不能输了气势。挺拔新征程，号角吹响，预备，唱。挺拔新征程，号角吹响，向前目标照我在前方。不要像我们这样担当，站起身。同样的相机啊，在您的手里和在我的手里拍出来的照片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你可别这么说，
我就是凭感觉判。哎呀，您就别谦虚了。哎呀，说实话啊，您来之前，我真的觉得我拍的照片挺好的。可是您来了以后吧，哎，我就觉得我跟这相机是真不太熟。哎呀，要不您以后抽空多教教我呗。那咱们俩就互相学习吧，正好我来部队不久，很多事儿要请教你呢。那我就当您答应了啊，咱以后就互相帮助，互相学习，好吧？报告，进来。你还知道来啊？我路过嘛，就是顺道来看看。哎呀，我这个当姐姐的，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，跟那个黄小萌可真没法比。哎呦，可以啊，那么快认识啊？没想到吧？你在军中最大的秘密被我撞到了。这叫什么秘密啊？我跟他又不是男女朋友。你敢说永远都不是吗？你敢肯定你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某个人吗？别跟家里说。你放心，我守口如瓶，不会乱说的。我还可以提供你一个免费的信息，那黄小萌啊，挺关心你的，真的。我也提供你一个免费的信息，那个某个人呢，已经打完退伍报告了。为什么？你自己问他去。你就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。你不想就努力走吗？他绝对不能走。你这态度让我很意外啊。有什么可意外的？我好不容易回到坦克连了，哦，他走了算怎么回事啊？我一点人生目标都没有了。这个人烦归烦，是我跟他有点过激，但是呢，总而言之他是个好人，他现在就是太纠结了。你是想让我去劝他？哎呀，遵从自己的心，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。哎，我的事儿我操心啊。哎，我现在有个不好的预感呢，我感觉你跟他以后的事情少不了来麻烦我。哎什么呢？你呀、啊，哎呀，好，你写字玩的。哦，是挺二的。看你满眼的心事重重。想什么呢？跟我说说呗。退伍的事儿。还得想这个问题啊？其实，在哨所的时候我就想了，当时我就想，我还有没有留在部队的意义？一想这个事儿，这脑子就乱，想不清楚。我现在好像想明白了，是该离开部队的时候了。为什么呢？什么原因？装甲部队削减30%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孟旅长也要调到战区去了，都是因为我在战场上耽误了十几秒钟。哎呀，我刚才看着战友们难过呀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。十几秒钟。嗯。其实，在这个演习里啊，我有扭转战局的可能。
但是你说作为我这么一个老兵，犯了这样低级的致命的错误，我还有脸在部队里待下去？走。所以你觉得该走的人是你？嗯。明白了。不过你要是退伍了，那我岂不是白来了？而且我弟弟张能量他也不想让你走，因为你是他的目标，他想在你身上学东西呢。想什么呢？这件事儿啊，你确实应该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想把你留下，不想让你走，但是决定权在你。总之呢，你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。你不坐会儿了？还要工作呢，忙着呢。牛努力。空手道呢？好，啊，没有，这个地方小虫子有点多。我换个地方。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，班长要退伍了。啊啊！你确定？确定，肯定。我昨天晚上呢，看到班长在灯下自己在那写退伍报告。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我在哨所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就动了这个念头了，就一直在写。可能限于他文采有限吧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反正写完撕，撕完写，估计现在是写好了，就锁在他柜子里。不相信？不相信你们自己去看去。不是，这咋看呢？还要撬开一次啊？虽然听着有点野蛮，但又不是没撬过。哎，那么野蛮的办法不要再用。上次我们撬不是被他发现了吗？我想啊，那个柜子的锁反正都是制式的，我们也买些制式的钥匙，就这么轮着试，我估计应该能成功。嗯，你们几个做事情有点死板。小王，嗯。你来，可以。阿亮，原来你也不舍得班长走啊？我没有，我就来通知你们一声。嗯，大前头说你找我有事儿。嗯。哎呀，中午就这么会儿睡觉的时间，也不让人消停。怎么了？班长，嗯，我睡不着了。之前的作训科目落下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要这样下去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坦克兵？哎，你能这么想挺好。是得多练啊，这大腿哥的，你不多练练，能鼓弄了他吗？还有事吗？我希望你能够牺牲午休的时间，帮我加练。哦，现在就要练啊！我的天哪，你们快一点，我这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！我快点，求求你们了！你们催啊？这不得看纪律吗？
谁叫你把门扣开？没事啊，大明，你不要理他啊。你沉着冷静，才能搞出好成绩啊。你是沉着冷静有事儿吗？就是啊，你们就别跟着添乱了。大雷，我看好你，没问题的啊。这么多钥匙呢，让他来这。打开炮耳轴倾斜感测器。啊。炮塔水平角速度传感器。横风感测器，根据电脑反馈的数据，要随时修正你的射击门参数。射击门参数，别看我，看电脑。啊，输入数据，关瞄。看见前方的车库门了吗？最后一把是最后一把，没了。不会吧？这小卖部这种型号的锁都在这了，这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行，还是算了吧。这种事情犯错误的。小浪同志，你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。咱们现在关键是要弄清楚班长是不是真的要走。如果是真的，咱们要想办法把他留下来嘛。如果因为这点小事情啊，我们所有人受罚了，我觉得值。对，就你这，哎，这样，换个人把所有的钥匙再试一次。啊，这有区别吗？快点，那肯定有区别。快点，不同的人，那手感就不一样。那跟看哪个是一回事？你来，你们抓着紧啊，快点啊！我来试一下。灯亮了啊？哪个灯？我问你，射击门指示灯亮了没有？哎，这亮了。这个时候按下炮弹激发按钮，直接命中目标。我知道。那我问问你，我们刚才看的都是固定目标，如果目标在移动当中，你怎么办？激光火控系统自动锁定。如果一切都依赖于电脑，哼，那你的成绩永远只可能是优秀，不会超越。嗯，说得很有道理。行了，今天先练到这儿吧，回去收拾收拾，下午继续。这么快啊？哎，班长，班长，哎，拉我一下，班长。啊，我给你指导。哎，卡住了，等一下。班长，你等等我。高志强，到。你的钥匙。哎，班长，这不是我的。哎，谁的钥匙？在地上呢。哎，你们都聋了？谁的钥匙在地上呢？于大雷，到。这装什么呢？这钥匙谁的？梁山，抠着什么呢？跟这儿。丢，断了。谁干的呀？啊，报告班长，
我是主谋。报告班长，我主犯。报告班长，我放哨的。报告班长，我是警主。报告班长，我配合。但你们这配合的也不行啊，这钥匙都断里边了。我甭的你这鬼的班长，哎，于大林试了一圈都没有断，我拿了一个试了一下就断在里面了，我真的是背时。没错，这柜子里面确实锁着我的退伍报告，是吧？我讲的吧，你们不信，你就多余说这个，说这事干嘛呀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该走的人必须得走，不该走的，想走也走不了。班长，我有话就直说了，我觉得你要走是你的事儿，但是你在走之前有责任和义务，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。你起码等我超越了你以后，你再走。超越？就这两下子？混在里头！哎，知道你搞了吧？你们个蛋！你我选了一把就是拽的。不是，那这咋整回去呢？一个是水电，一个是车厂改造。哎，你家里边怎么样了？什么家里边怎么样？弟妹啊，挺好。真挺好的？真挺好的呀，没吵。女人嘛，要不我给你放个假，你回去陪她两天。真的？你觉得呢？行，我走了，本儿给我了。回来，看看，别的没学会，学会门缝塞小广告。你回去问问牛努力，越级上报这四个字他懂不懂？好。哎，家里放水放了啊？我俩保证不打死他。走了。找我打球啊，漂亮！煮点什么的呀？两斤大蒜。你看，你又得输。营长让我问你，知不知道什么叫越级上报？废话。我给你们俩，你们俩不给我报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俩为什么不给你报啊？把刚一放轿子，老兵复员的工作快开始了，也得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。我们这是在保护你，知道吗？啊！不要紧，不要。哎哎哎哎，明总理，我问你，你离开了部队，你能干嘛？啊？我问你，你能干嘛？我什么不能干呀？我除了不犯法，我什么不能干？我就算出去撞个头破血流，我也得试试啊！啊！您不要老是这样啊！我跟你说，这身衣服我穿够了，我要出去试试，我要考虑我的前途。这样，你呢？再给咱们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你回去以后再想一想，再考虑。不要再想了，不要想了，我想了很长时间了。我那退伍报告写了1000多字，你当我写的容易啊？哎呀，谢谢。哎，差不多了。怎么着？这部队里还缺了我牛努力，怎么这部队就垮了？我有那么重要吗？行了，该走了。我就一句话啊，不批。哎，马和元，怎么了？你们让我带新兵，我二话没说就去了。我带的怎么样？我不能再想了，我要再想就走不了。我很有可能啊，我会后悔。但是这一步我也得走，我不用再想了。我谢谢你们，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。行吗？回去，先回去。
你先回去。我跟猛子两个人讨论讨论不行啊？你先回去。好好想想自己是不是玻璃心。今天我们进行车架炮专业分训啊，大家深刻领会在实际操作的意义，深刻体会模拟训练器材和装备的不同之处。张德亮到。支撑在大地的胸膛，追逐着黎明的目光，一路跌撞，一路成长，不做命运的败将。驰骋在梦想的战场，追逐着生命的曙光。路有风霜，心似骄阳，敢向命运露锋芒。再给世界一点光，一点光，一点光。给世界一点指引，信念的光，天高地广，来去堂堂，不屈不挠不狂。再给世界一点光，一点光，一点光。给世界一点温暖，心灵的光，只因无悔，不惧无常。我痴我笑我狂，给世界一点光。再给世界一点光，一点光，一点光。给世界一点指引，信念的光，天高地广，来去堂堂，不屈不挠不狂。再给世界一点光，一点光，一点光。给世界一点温暖，心灵的光，只因无悔，不惧无常。我是我笑